我是来自台湾高雄的淼一，那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边跟大家就是见面，很开心认识大家哦。在前面点吗？眼睛比较舒服。对对对，我会帮大家待会儿啊，我 translate 的罗文。那我呢就是嘉诚的太太。那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在一个礼拜内上四星的？大家想知道吗？来 ，OK， 那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因为刚刚我们的 Christopher 有介绍说，我们是都所谓的推崇。那推崇这个大 A， 也许是我们的领导，那也许是我们的 Spa Global， 那也许是我们 Kim 的，就是让梦想起飞的书来去做一个就是推崇。但是呢，我的大 A 呢，就是这一支 Lisa 剧。对，他呢成为我非常就是强而有力的大 A。就刚刚我的先生有分享，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发迹了。这发迹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本身是从事美业的老板，那就是也因为这支比萨曲的，就是出现之后呢，其实他已经带起了我们说美业的一个浪潮。对，那但是我们就把我们所有启动道窗全部都买下，那回来呢就开始邀约我的美业的朋友。医美的，还有我的网红的朋友，然后一起邀约他们出来，我就是呢跟他们分享这支比萨菊。对，那这支比萨菊它好是好在说，它不需要卸妆，对，它是可以直接涂抹在脸上，那30秒次它就已经很有感觉了。那当然是说，因为它实在是一个，它产品是已经超越医美的一个更高超高科技的一个技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呢就是有所谓的血清素跟多巴胺，它其实会让我们的人体可以自动产生，然后身体就是会让会感到很有愉悦感、平静跟放松。不然是在医美里面，其实有很多人的血清素是需要用打的哦，或者是而且它还有产生很多的一个胶原蛋白，是我们女性的最爱。对，那它的话也可以是去让我们的脸部的胶原肉毒是可以做一个取代的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在场我邀约的这些朋友们，他们也就在30秒有感觉之后，他们全部也说他们要下这个 Lisa 局。然后这些人来都是还没有加入的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询问说，那我要如何去购买这一支 Lisa 局呢？那当然是我们就跟他谈说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一起合作，一起加入，那我们来谈大生意。那大生意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回归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大爱，就是我们的 Billy 总裁。对，他是我的就是推荐人。那呢，我们就把所有的新人再带过去，跟我的领导做一个连结，直接带他们进入系统，重新的去培训，然后开始呢告诉他们，就是3分钟故事到底该如何去架构。那我们要如何去了解公司？了解公司之后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？我们才有办法跟我们所邀约来的朋友们，让他们明白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做这件事情。对，那所以回到就是刚刚的这样子一个培训当中，我们是本身这个 B 要当个 Super B 啊， Super B 大家知道，我们一定要当个聪明的一个 B 角色，然后来去带我们的朋友们跟我们的领导做一个连结。那这个在这个培训的系统的这个里面当中，其实我们也要很相信我们的大 A， 他是可以去帮我们去可以好好的去协助我们的这个朋友们，是可以一起去谈这个大生意的。对，然后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复制下去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3分钟的故事，因为3分钟故事重要是重要在大家其实他并不是，也许他不是因为产品而来，他是因为信任你们，就信任我们，然后他也因为呢，就是买了我们的3分钟故事而跟我们合作。所以在我的每一次的邀约当中，其实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我很真实的一个3分钟故事。对，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因为我们面临到美业要转型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必须一定要有一个建立一个平台，我们才有办法在不断的将我们的生意越来越扩大。为什么？因为系统很重要，它是可以被复制的。但是我们传统美业都是靠着自己一个人哦，那可能说把手自己爬起来，但是没有人带的。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有了这个系统，然后带着大家可以这样子复制下去，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。对，那所以在每一次的邀约当中，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将所有人带入系统，然后呢跟我们的领导连接。那当然是说，很多人会说，可是一开始见面就要谈3吗？当然也不是，因为一开始我们是也可以先暖身。对，暖身先了解每一个朋友们现在的背景跟状况是什么。
对，然后我们先收集完资料之后，我们在下赛约他，再约他出来再喝咖啡聊天。那我们就是可以更知道哦，在每一次的聊天当中都收集一些资料，也许第三次他就签单了。对，那我们是每一次就是跟着这样不断的更新、跟进，然后复制，然后跟自己的连结再重新的去做一个讨论。对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领导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是小白，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分享经验的行业，我们是不懂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不断的去进入系统学习，然后跟自己的领导要一直不断的回报跟进，然后再将大家凝聚在一起，然后来一起不断的去继续的我们三分钟故事继续这样子分享下去。每一个人都要做三分钟的培训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大家买的是我们的故事，应该也不会是产品，但产品很厉害没有错啦，但是呢故事跟我们的就是信任感是很重要的。对，那所以以上呢是我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